在后面还没有，我往哪走？上去就是了，上去就是酒店了，然后那边有人在等我们。是电梯，电梯，电梯啊！终于到了，困得着有点懵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醒过来啊！好。我看你们说话和我们说话很像，跟你们说话老是讲家乡话。你是哪里的？河南的。哦，河南啊，我们是江苏，不过口音蛮像。月拿好了？哦，录了吧？录，一个，录了。我们刚才呢已经吃过了午饭，然后呢又在酒店休息了一会，现在我们在这等着，一会品牌方会过来派车来接我们到直播现场去看一下。大姐的眼光好，回头帮我们参考参考，帮小小姐姐参考参考，选一些比较好看的。我也带点风格，来点运动装。关键现在运动装也挺好看的哈。现在夏天很适合运动装，很有活力那种哈。对对，很有活力，青春活力的感觉。361，我们来了，马上就要到直播现场了，还蛮激动的。其实不瞒大家说，我现在心里有点紧张，然后也蛮有压力的。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外面做这种活动，哦，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就是还蛮忐忑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品牌方的小哥哥来了，走，我们一起走。所有的产品的话，我们现在销售的产品和线下是同步的。你现在在线下能买到，到时候到小乔直播间也能买得到。都跟线下是同步的。对 对，跟那些实体店里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的。对对，我们现在款式不会落后吧？不会，这都是现在当下正流行的款式，那是热卖款。那好，我们到线下实地去看一下。好，到时候我们直播间能上很多款不？我们这次给你准备的款式比较多。到时候你可以从中去挑选，也可以喜欢的都可以上。大致有200个款左右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对，整个专卖店的款都给你拿过来了。哇，太好了，好太好，太好了。好激动呀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幺妈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361总公司的直营店，那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一下鞋子的款式，还有质量怎么样？走吧，走，我都还过你。走。哇，小乔，你们终于来了，等你们半天了，望穿一眼，欢迎你们，然后是来到我们，你知道吧？王总好热情呀、苏州啊，这口才厉害啊，361度的，然后官方旗舰店来看一下产品，好吧？好的好的，来看一下，好好的给我们粉丝朋友们挑挑款。对呀、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小美。因为款式比较多，然后不知道你们粉丝喜欢什么样的，然后看一下咱们家的一个产品，外形。对，我喜欢这种板鞋。材质。这个颜色好看，这鞋子好轻啊。一点都没有重量感，这上面都是超轻的，这个好轻啊，感觉穿在脚上应该很舒服。这也好看，这你买给小人为主，买给谁为主穿？天天穿个老靴子，胖胖走路。对，这种然后全部都是走路都不得劲哈。对，这种全部就全透气的。这个那么有，为你买给俺身穿，买给肯定的，干肉干。这次来呢，我要好好给俺爸、俺妈、俺小弟、俺小妹都要挑。这蛮有特色的底。这个底好看。对，这个然后是361的，也是一个是科技盔壳缝的，鞋底的话全部就是炫彩的。这蛮有特色的，这好个性。这种然后穿上你知道吧，回弹性特别好，而且不伤脚。不伤脚。对。那我穿上，我穿上我要给胖哥拍。天天生气。这个白的也挺好看的，王总，这一款我好喜欢呀。真的喜欢吗？我们优惠呀。明天是吧？明天，可以。哇，这么爽快！对，因为说你喜欢是吧？绝对啊，因为你是第一次，然后来我们这边嘛，这好吧？看是吧？好看，老板爽快，对，太爽快了，都喜欢你这性格，是吧？知道了，吓你一跳。性格就要直爽，你知道吧？品质绝对过硬，你知道吧？你跟我是同款的，对，跟胖涛一样，很直爽了。明天有这个有对手了是吧？这些明天直播间都有吗？明天的话，我们是像这种速干面料，你知道吧？有那种5分的，有7分的啊，就这种面料的啊。速干面料。对，这种弹力特别好。对，大姐就是大脚人穿，我看这双不错，你可以买上给俺胖大哥穿，给这个穿，胖大哥他穿，他就适合穿黄毛球鞋，给他穿个屁，天天给我生气，我给。这个有点那，哎呀，没穿过这款，哎呀，没穿过这个。这个也是皮面给我们的一个拼接，这颜色炫彩拼接。怪不得对我说喜欢这颜色的。大姐，这个当时多少钱买的呀？这个，当时买的时候400，就算500，这么贵啊？
老板，那我们这一款鞋子明天有没有什么福利啊？明天是吧？嗯，明天给你们大福利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那再弄两双在家穿。再弄两双给子杰。嗯，这个，嗯，还行，这颜色还行。嗯，白色。明天下午呢，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款式。老板，大概有多少个来着？明天给你们准备的不多。大概有200个品，哇，这么多，对，那么多，那么多。因为有这个是男鞋、女鞋，有这个是童装，还有是男的上衣、女的上衣，而且还有童装的鞋子。哇，那我们这些200多个款都是按照吊牌价吗？明天是吧？明天绝对给你是优惠多多，折扣多多，绝对是比实体店。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，所以说嘛，要怀疑人生。偷偷的告诉你们，小姐姐们、小可爱们，到时候2点钟是吧？不见不散啊！老板给力，老板太给力了，划个手，太给力了，太给力，哎呦喂，好好。